好，120分钟了，马可哥。嘿，时间到。在干什么呢 ？OK， 一直在关注现场的状况。我通过芒果 TV。对，必须得芒果 TV 在线收看。OK， 来，黑衣人请就位。场上一共8名选手，每人挑选2位进行监控，然后10秒钟之后，请大家松开双手，这就是我们的游戏升级项目。松开双手，只靠双脚，请大家注意。加油！黑衣人就位，十。九，加油啊！八，七，六，还没说让你松，你那么自觉。四，三，二，一，冯可松手。你要不行就告诉。如果失去平衡的话，说一声。明阳，注意双肘。可以插腰上。几个黑衣人严格执法。真不行，我平衡特别不好。往前踢一点点。插腰。插腰啊！允许插腰是吗？真的好。哎呀，来个人吧，我下来。好。来，你蹲下来是吧？把周周抱下来吧。请大家把双手放下来，双手和双肘都不能够碰到两侧的墙壁。请注意，如果坚持不下来的话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放你下来。不要被影响。樊浩注意，樊浩注意你的双手，加油。 OK， 一瞬间我们下来两个选手。子欣，如果不行你就告诉我，我让人弄你下来。你先加油，加油。咬紧牙关，下来一个周晨曦，双手放下来，双肘不要碰到双臂，受不了的话就说一声。黑衣人在旁边保护。哎呀！樊浩左手，泽丽左手手肘，加油！冯可你有希望，冯可。冯可，你有希望，冯可。放手了。不行。冯可，把我下来了，我不行了。加油。不行。加油，冯可，加油。冯可，加油。那边还只有一个。罗子丽手肘。下来吗？再说一次，樊浩手和手肘。手不能碰，手肘也不能碰。加油，我们这边黑衣人请严格执法。加油！冯可。OK， 冯可，如果需要帮助的话，说出来。黑衣人在旁边监视。冯可下来，来黑衣人帮忙。总共就我们这边就剩3个人了。辛苦。子欣要不要下来？人家没说下来，你们干嘛？我们再坚持5秒。我们好，加油！这1分钟，最后1分钟就是你的了。手肘，樊浩注意手肘。好，那边赢，加油！最后十秒，最后10秒，只剩你们俩了，加油 ！OK， 负隅放弃。负隅放弃了，你们俩看谁是钻石房客。罗子丽最棒，你们俩不管谁。樊浩，我再说一遍，手不要碰。泽丽，手不要碰。如果坚持不住，告诉黑衣人。OK， 泽丽放弃。游戏王。冠军孔樊浩。游戏王。抱一下，脚都断了。
了药，真的。哎呦，痛死了，真的。快快让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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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辛苦了各位。啊，真的痛，真的痛，我知道真的痛。很棒了，很厉害了，很厉害了。嘴里把袜子脱掉。你去，赶紧去孔繁浩那里。你安慰一下他。对，我来在这，我在这里待着。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我知道真的痛。所以接下来大家在坐着的情况下，啊，我们来宣布一下最后的这个结果。啊，好，因为比赛的前半部分的时间我是在飞机上，然后刚从机场出来，我赶到现场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今天是钻石房客的争夺战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问题。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这一位，也就是今晚的第一名，也就是今晚的钻石房客。OK， 所以通过刚刚的游戏比赛，大家看到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位就是孔繁浩。好，有请黑衣人把象征钻石房客的钻石项链呈上来。下一期，下一期，你是有游戏能力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有耐力的。怎么样？厉害吗？好的。厉害吗？辛苦了，我们今天黑衣人也失身了啊。